当然说我对我是一个过去，可是仍然是，是要怎么样能够保持是有影响力？因为也有许多的这我的朋友，我的这个认识的我的会友，连也失去了这样的影响力。其中一个也是因为是在这个他们孩子在做交朋友的时候。或者是在开始这很这个这个很 serious 的这个 relationship，那当时就为了这个做父母亲的我们怎么样？当孩子说我们习惯如果说批评这个女孩子教的女孩子，或者是男孩子，可是他们竟然就这个就结婚了，然后你这个女孩子本来被你讲的这个，被你讲的很差劲的，竟然变成一个媳妇了，那你不但是失去一个儿子，失去一个女儿，你接着你就完全就没有影响力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最近，然后这个也。我心里面很难过的就是这位姐妹，我认识她，然后我也知道，我也提醒过她，这个男孩子不要这样子哈，你虽然你是没有不好，可是你不能再讲多了，然后现在结婚了，然后他竟然还告诉这个去这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男方的家人说，我现在我还有一个小孩子，我没有时间照顾。将来的孩子，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到。然后，你不是就是把你将来你的这个孙子孙女儿就这关系就切断了，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这个蓝色的圈子不能越来越小，你孩子总是会长大，你不能只剩下来的就是。你的老夫老的，就你的配偶，我们盼望的是这个 circle of influence，是很大的，你当你关心你的这个媳妇，当你关心，然后他这个圈子，这越来越大，而且你这个教养儿女是没有错，是短暂的这个20年，可是你的日子还长呢，这个我相信这个。我们几个合在一起哈，这个，对我们在这中间的没有错，这个与这个孩子的关系亲子就好，跟钓鱼一样，要放长线，线不要拉得太紧，好，谢谢你。